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叔 Pizza。 咁呢个系今个礼拜嘅 SSS 五。咁出场阵容有李昂、黑姆、雷丁、李亚娜同埋艾奇。或者大家都留意到我嘅黑姆成日都有出场嘅机会。咁黑姆就真心唔错啊！咁冇练嘅玩家真系非常之建议大家练一只噶，一定唔会后悔。呢个礼拜 SSS 五嘅法则啦，系移动力加二，兼且免疫移动力降低，全场生效。咁敌人系唔会主动出击嘅。咁所以一开始除咗黑姆之外啦，就全部都往右方面走。咁先杀咗奶骑，咁样佢哋嘅续航力咧就会大幅降低。而黑姆是负责引开左边的二哈，带佢兜个圈咁样。好，准备攻击。咁骑士精神先收拾咗奶骑先啦。雷丁开护卫，咁呢一步系关键嚟嘅，尼亚娜再行动翻李昂，然之后将李昂移到去古巨基攻击唔到个地方啦。黑姆的地方超绝，如果我这里开了神迹，相信雷丁已经直接反死了老衲了。咁建議大家都可能喺頭先嗰個位開神蹟會好啲。咁頭先呢度講翻啦，由於狗狗冇咗可以觸及嘅彈體攻擊目標啦，所以佢就改往下走而放呢個 AOE。但係要留意翻，佢有 50% 嘅機會改放係護衛技能嘅。咁當然係狗狗自己走落嚟開 AOE 呢個開局會較為有利啦。咁而家你见到杀埋呢个露娜之后，咁样开局嘅问题就唔大噶啦。咁祝大家顺利通关，我哋下个礼拜嘅 SSS 五再见，拜拜。了解。ご命令を。人、思考、そして。準備完了です。さあ、決着をつけよう。了解。
くぜ。行くぞ。もう私の。よし。正面突破。行くぜ。準備完了です。はい、行くぞ。